白痴。尾刀打到，哎，搞笑了这个。真是的，搞笑了这个真的。哎，娃娃在这里呀、啊。哎呀呀！真是的，那个尾刀怎么打到了？真是的，这刀气真的都是……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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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！他不过来，有那个祭司，他不敢过。修不完吗？蛮久的，有结石哎。这娃娃也在外面乱跑，嗯，不是这样的吧？可以，先补血，这个要打，他打骚扰了，对，这个200%一定打骚扰了。哎呀，这佣兵干什么呢？祭司也没修多少啊，那为什么到底他们祭司舞台可以这么修？前面我也很晚才受伤呢，那就让那个祭司去救了。看不懂局面就是这样子，会傻傻的送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闪现好了哟！哦，现在真的是时间飞逝的好快哦，真糟糕，糟糕！哎呀，真糟糕！他一定要救我！还在补血哦，那来不及了啊！下面还是娃娃哎、欸，传下来。
哦。对对对。这还修不好是不是？哦，改市场了。哈啊！小木有机子，让他死定了，让他死定了。先抢鸡了，他会怕啦。不知道为什么佣兵要走那个洞啊？配合的还可以，但是主要其实不会倒的这么夸张，只是他们没有去运用好。啊，被敲掉了，没办法，他们不知道那个。我本来差一秒就压好了，结果他一秒就过来了，咦，真是的。黑炭走。有，但是后面不应该倒成那样子的。两个满分，还不错啦，两个满分。